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1月。《论语》，孔夫子，阳货第十七。第一章：阳货遇见孔子，孔子不见，愧孔子豚，孔子食其亡也。而往拜之，欲诸徒谓孔子曰：“来，与语而言，曰：怀其宝而迷其邦，可谓人乎？曰：不可。好从事而弃思时，可谓智乎？曰：不可。日月是矣，岁不我与。”孔子曰：“诺，吾将是矣。”第二章。子曰：“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”第三章。子曰：“为上智与下愚不移。”第四章。子之五成，闻弦歌之声，夫子莞尔而笑曰：“歌姬焉用牛刀？”子游对曰：“习者，言也闻诸？”夫子曰：“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时也。”子曰：“二三子，眼之言是也，前言戏之耳。”第五章。公三弗扰以必叛，召子欲往，子路不悦，曰：“莫之也已，何必公三世之之也？”子曰：“夫召我者，而岂徒哉？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？”第六章。子张问仁于孔子，孔子曰：“能行五者于天下，为仁矣。请问之。”曰：“公、宽、信、敏、惠。公则不侮，宽则得众，信则人任焉，敏则有功，惠则足以使人。”第七章。必系召，子欲往，子路曰：“习者有也闻诸？”夫子曰：“亲于其身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必系以忠谋叛，子之亡也如之何？”子曰：“然，有事言也。不曰坚乎？谋而不令。不曰薄乎？聂而不咨。吾岂刨瓜也哉？焉能细而不实？”第八章。子曰：“有也，汝闻六言六必已乎？”对曰：“未也。居吾欲汝好仁不好学，其必也愚；好智不好学，其必也荡；好信不好学，其必也贼；好直不好学，其必也狡；好勇不好学，其必也乱；好刚不好学，其必也狂。”第九章。子曰：“小子，何莫学夫诗？诗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耳之是父，远之是君，多智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第十章。子谓伯鱼曰：“汝为周南少南已乎？人而不谓周南少南，其由正强念而立也愚。”第十一章。子曰：“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？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？”第十二章。子曰：“设利而内忍，辟诸小人，其由川渝之道也愚。”第十三章。子曰：“相怨得之贼也。”第十四章。子曰：“道听而徒说，得之器也。”
第十五章，子曰：鄙夫，可与事君也于哉？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；既得之，患失之。苟患失之，无所不至矣。第十六章，子曰：古者民有三急，今也或是之五也。古之狂也肆，今之狂也荡；古之精也廉，今之精也奋力；古之愚也直，今之愚也诈而已矣。第十七章，子曰：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第十八章，子曰：物子之夺诸也，物正声之乱雅乐也，物利口之富邦家者。第十九章，子曰：余欲无言。子贡曰：子如不言，则小子何述焉？子曰：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第二十章，如碑遇见孔子，孔子辞以疾，将命者出户，取色而歌，使之闻之。第二十一章，宰我问：三年之丧，其已久矣。君子三年不为礼，礼必坏；三年不为乐，乐必崩。旧鼓既末，新鼓既生，专遂改火，饥可已矣。子曰：食弗道，亦弗景，与汝安乎？曰：安。汝安则为之。夫君子之居丧，食止不甘，闻乐不乐，居处不安，故不为也。今汝安则为之。宰我出，子曰：余之不仁也。子生三年，然后免于父母之怀。夫三年之丧，天下之通丧也。余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？第二十二章，子曰：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难以哉？不有博弈者乎？为之犹贤乎矣。第二十三章，子路曰：君子丧勇乎？子曰：君子义以为上，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，小人有勇而无义为道。第二十四章，子贡曰：君子亦有恶乎？子曰：有恶。恶称人之恶者，恶居下流而善上者，恶勇而无礼者，恶果敢而智者。曰：四也亦有恶乎？恶骄以为智者，恶不逊以为勇者，恶竭以为直者。第二十五章，子曰：为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，敬之则不逊，怨之则怨。第二十六章，子曰：年四十而见物焉，其中也已。论语阳货第十七，完。